简单啦，来自咱台北里的好朋友，我和新昌会诚心来庆赞亚冠国。台北里新昌会，我和新昌会啊，在去年中秋节啊，在巴黎哦，可以说是大地震、大拜拜、大游行啊，这个缔造了非常漂亮的台湾庙会传奇，在我们巴黎地区。今天非常感恩，让巴黎共和行政会请示。